69.33，套嘴嘛，套他借了。32.218 ，I got you。他要回家消毒，那应该管管住人命是不是？不懂酒精别卖了嘛。台酒酒精到底拉上了，拉上有没有问题呢？大家好，我是边中介者乌鸦。昨天收到一名网友线报了，告诉我最近市面上的酒精呢很多都有问题。日本的文献呢有写60%以下的没有杀菌的功能，甚至有些文献有写未满70%呢几乎是杀不死新冠肺炎的。等于说呢，你买了那些有瑕疵的酒精，你还是有得疫情的可能性。但是呢，关于疫情产品会有瑕疵的问题，我完全不意外，因为从去年的时候呢，我就有碰到非常多的疫情瑕疵产品，举例额温枪，给大家看一下，测出来34.5，我这人都快凉了，是不是？我都烧到105度了，他测还是34度，怎样？清纯的蒸馏水，额温枪还不最扯了，走，我带你去看更扯，这就是我去年带跟直播主去送口罩的那一批口罩。为什么我们还留了一箱？因为当时我们一包一包的检查，发现有那么部分的口罩是有瑕疵的。一拉就断，这还不是最扯，最扯的就是它的里面，你看它除了后层跟前层这一层之外，没有其他的布了。来给大家看一下 ，Made in Taiwan， 给大家看一下，前层撕开，后面那一层再撕开，中间还有块布，有没有看到？这一块布才是真的可以防疫情的，叫什么去我忘了。所以呢，为什么当时口罩呢会从一片5块涨到10块、20块、30块，就缺货嘛？有些黑心商人没有那块布，就会伪装这种口罩了。所以我就在想，近期来说，乙醇也几乎进不到，所以我相信市面上可能有很多假乙醇的酒精，也不啰嗦，出发去验吧。Let's go。OK， 我们也慢慢看大卖场的酒精，看有没有什么不同。Let's go 啊。这家是大润发的金兰堂酒精。其实我发现要买酒精也挺不容易的，但我们去家乐福的都卖光了，然后保养时候就没卖。所以其实一般民众买酒精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到最后可能就还得去下皮。万华的药局酒精都卖完了，每个药厂卖完了，哎，刚开场就卖完。在爱买最划算，爱买药局酒精也卖完。福利熊熊福利。看一下，从今天买出来了，75%清洁液、碧丽净跟台糖，台糖没毛病吧？美联社发出。来，小北。好，没有了。都卖完，是早上进货都卖完。好，今天没有进。刚刚有人跟我汇报说，这家 Seven 呢，刚刚有进了一箱酒精，但听说是大品牌开旧的。平安，这个买回去就验验看。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药剂师愿意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踢爆酒精，然后非常有荣幸邀请到了王老板，43年制作酒精的王者，而且也是新北市化妆品工会的理事长。王老板出来讲乙醇啊酒精的事情是绝对最有公信力的，工业局特许可以进口制造，登记有案的。等一下也麻烦王老板帮我们一起实测这些酒精，市面上会不会有那种甚至连 IPA 都不写的一品醇？有，正常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一品醇？有仪器，就这一把，这一把是测酒精的，这一把要多少钱？8万块。如果你们想要测你们家50块酒精，就欢迎买这支8万块的，你就可以安心使用你家50块酒精。因为其实，在市面上不只是有一品醇上的问题，有些甚至是不到75%的酒精，他们就可能是混水卖。因为我刚好稍微问了一下老板，他们在整个疫情期间啊，他们连自己都没有乙醇可以进，所以市面上才会缺货嘛，所以酒精才会一直涨。结果市面上却突然多了很多便宜的酒精，包含虾皮，他们就一连买多少种不同的品牌。那天药剂师有跟我讲哦，像 COVID-19 就是没有70%以上是几乎是杀不死的。如果像这种公卖局台酒的测出来会是多少%，然后跟药剂师带来的看起来差别怎么样，然后我们等一下再一一实测我们去店家买的跟虾皮上买回来的所有的酒精，然后我们立刻开始实测。那我们接下来实测我们台酒的酒精，我相信国家是没有问题。好，大宝校正过了哈，来，台酒酒精到底拉上了，拉上有没有问题呢？75.36，非常的标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实测这一罐，这个很明显就有问题了，因为它上面连不要说供应商啊，经销商都没写，完全闭着。我们来实测一下啊，刚开哦，已经到底哦，来起来看，来多少？
55.35，给他一个掌声。我想要骂他，还不知道是哪个厂。没关系，等一下虾皮的每间都知道，也不是你们的错啊，你们就没有酒精专业嘛？啊，没有那个专业就不要进嘛。那我就把 7-Eleven 的另外一罐温安75%酒精液验一下吧。制造厂东发生物科技，直接看下来，近一点点，给大家听一下。来，这个没声音嘞，它是转罐的。我们没有陷害你哦，我们刚开的哦。看一下。70.74%，那下75%呢？我们再一次好不好？说不定有我哪里有误会。70.93，有可能它挥发了一些了。我们要相信 Seven 的品质。那我们来验这个大润发的。好，来，我们来测一下它的新安塔，全新的哦。拿起来，对不起，来，我们用看。74.42，不管它标示怎么样，它最起码标示。来全脸的碧丽镜，这个有制造商鸿儒企业有限公司，听一下声音哦。来来来来，72.66，有杀菌的效果了。那台糖就顺便吧，来开了哦。75.26，它目前为止最标准了。这一家呢是虾皮买外，供应商是银生企业有限公司，一镜到底啊。这一罐呢，它里面也是有 IPA 成分。哦，上面有 IPA 成分，70.97。OK， 我直接把虾皮卖场贴在这边。这一罐是1.9，你们要买的话，真的要注意一下，一样厂商的就贴在这边。75%清洁酒精非要用，代理商格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来，全新的打开。71.12，合格边缘。一样是1.0的那一家。对，那不要验了。这一家厂商完全没写，供应商也没写，而且75%清洁酒精非药品，然后他卖场是这一家。这数好吗？你捏成这个样子，这样你不能说我抹黑你哦。这一看就是那个啦，卖蜂蜜，卖蜂蜜了。32.21%，I got you。哈哈，回家消毒，那你被管，管住人命是不是？不懂酒精别卖了吧。Okay。 那虾皮卖场是这一家，工厂名称是泽宏化学社。来，刚开哦。出了问题，你要索赔都没很难的。69.19，没有用的酒精，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再验一次，再给他一次，差这一次机会。69.33，套醉嘛，套他劲儿，你再少个5滴，就70%了。这一罐带去卖场贴这边。IPA 就不用验了嘛，做完就消毒 OK 了。这一家贴在带去卖场。节用酒精干洗衣，供应商是寿山油品，又是 IPA， 但洗衣板会是干净的。光是买回来，市面上有5层，你知道是有问题。台糖跟台酒，我家的肯定是没问题。剩下的我也没办法帮你全部分辨。你这个4公升的酒精啊，你市售价低于500块都不正常，因为它的成本价都300多，这就是。不是掺水掺太多呢，就是一点。其实我们很多的药师在第一线为各位民众去把关我们酒精的品质，而我们其实为了去坚守这些品质，可能在过程当中受到很多民众的误解，说怎么物价突然哄抬这么高？其实我们要做到这样子75%以上的酒精，它的成本是很高的，把关品质也很高，当然就是会反映在末端售价上面。但是我们必须要给所有在一线为各位民众把关的药师一些鼓励啊。OK， 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可能就有点辣了，也就是最近大家吵得沸沸扬。就是异丙醇到底能不能用？有一派人马说异丙醇有毒，然后说市面上充斥着很多异丙醇假装酒精，建议大家不要卖。有另外一方人马跳出来喷说啊，异丙醇人家美国是来做干洗手的啦，明明美国都说可以用，就你们这些不读书的人们讲异丙醇有毒，啊，异丙醇也比乙醇毒一点点而已啊，奇怪了，啊，美国也跟我们说莱猪就毒一点点而已啊，你干嘛不吃？来，明天你带你老婆小孩来，一人给我领1公斤，你现场吃，我马上给你道歉，我明天就跟着。一起举旗啊！一秉承万岁！呜！刚以上是不负责任言论。
我当然也知道乙丙醇有分比较不毒的、啊、但也有非常毒的，不要说乙丙醇，连乙醇也有分食用级可以拿来喝了，也有分有毒的。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厂商不一定会标示工业级乙丙醇，它上面给你写甲醇、舒丁醇、乙醇、乙丙醇，然后写了一大堆英文，然后上面写 75% 酒精。一般民众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连乙醇都有所谓的变性酒精，而有些变性酒精里面甚至加了甲醇，然后它一样可以写 75% 酒精卖给你。而为什么市面上有那么多乙丙醇写的酒精？给你们听一下我打给经济部商标法的电话。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乙丙醇的标示，乙丙醇它可以标示为酒精吗？机关署他们在网页上面针对那个医疗用干洗手有发一个指引，然后那个指引里面就是说酒精性的干洗手商品它通过的有乙醇、乙丙醇还有丙醇，它都有相对应的百分比。酒精的话是分乙醇、乙丙醇，操作上是不得用。那所以说现行就是有一些节用酒精，然后它的里面的成分是乙丙醇，确实稍微模糊的说法，它确实有一些功效用。哦，所以现在是可以乙丙醇当酒精卖，对不对？简单来说，即使使用工业级乙丙醇，然后里面添加乙醇混合使用，它可以标示成酒精。谁知道上面写 isopropyl 是什么意思？ isopropyl alcohol。刚刚有没有昏过去吗？并没有，一般民众不懂嘛，更不要上面写其他英文，其他的什么。我甚至这样问他哦，我今天开一个油行，制造一个30%的酒精，然后它是工业用乙丙醇，我可以上架卖，在标示法上是没有任何问题吗？在商品标示法里面的话，差不多是这样，我们是规范说被业者做出来的商品，它要做哪些标示。那至于说它的源头原物料有问题的话，这个法规就没有办法。我说工业级乙丙醇哦，添加乙醇可不可以上架卖？他说可以，只要标示有清楚就是可以。为什么不能卖？6%也能卖啊，啤酒也能卖啊，30%、4%也能卖啊。而有毒为什么不能卖？市面上也很多强力胶啊，有硫酸啊，最毒的甲醇来虾皮，工业用甲醇为什么不能卖？可以卖啊，只是我们得标示清楚，说不得碰触人体，不能喝，不能怎样，来警惕民众。的确，我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更何况我这次来验的目的。原本只是想说，哇，很多低于75%的，现在经济部也很苦恼，因为他们现在没有相关的法令约束这件事情。给你们听一下这一段。因为现行国内没有相关的管理单位能够说，哎，这个百分比的误差多少才算可以接受？因为那个百分比每一次的生产啊，还是说填装的话，不会到说一定都固定在那个值，它一定会有一个误差容许范围。然后这个误差容许范围目前就是没有相关。的内容规范，那只是说以前工会有自己稍微提出来落在10%。卫生局又说没有70%以上没用啊，10%就60%了。应该是说卫生单位他在宣导的时候是要跟民众讲说百分比多少的才比较有它相关的一个使用上的功效。业者那一边的话，因为生产上有一些技术问题，他做出来的比例没有办法到说我完完全全就是75%，然后他一定会有一些误差值。那现在就是卡在那个误差的一个部分，到底是要怎样子才算合理的话，目前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去用。有没有他们说只有前阵子相关工会在吵可不可以正负10%，但最后经济部也没有立法案，但是正负10%经济部有列入采纳考量。75%少10%就是65%呢。卫福部说70%以上，75%是杀菌最好的效果，而70%已经是递减了哦。更何况你今天拿到69%，我那天打进去，他说他们最重视的就是他们标示有没有清楚，少标示或者是多标示了，他们才会去抓。有没有75%不是他们最在意的点，不信你们听他怎么讲。就他做的部分，就如同刚刚说的，他不是我们要求的项目。只有跟我讲，如果差超过15%、20%以上，我们可能会去他们工厂跟他们辅导辅导。不要说只有乙丙醇有毒这个问题，其实乙醇有分很毒的或比较不毒的。我就拿这个新安堂来举个例，它其实算是非常有良心的，这大润发买的，而且它验出来是74%多，很接近75%了。但是来大家看一下，它写酒精消毒液嘛，我相信一般民众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哦。来看清楚哦，器械用。消毒剂，器械用，器械用。然后它的成分，乙醇跟醇水哦，它没有加除丁醇，没有加乙丙醇，没有加甲醇，什么都没加，就是乙醇，应该是可以来喷手的吧？看清楚，它里面有一行很小的字：本产品未核准用于人体杀菌、消毒或手术前消毒。
非常有良心，我们就测他酒精浓度，没有化验他的成分，所以我只能合理的可能觉得他可能就是用等级比较低的乙醇，所以他有标示清楚可以拿来洗器具，但是他就放在大润发的正后方，然后一般民众看到可能就买了，也没有注意看就拿来喷手干嘛的，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啦。比较毒一点的乙醇呢，也会有富贵手的问题啊，也会有可能有变性酒精，闻了会有刺激性的问题啊，不一定。我现在讲话当然要小心啊，再喝一口好了。我在加码爆个料，虽然王老板叫我不要讲，很抱歉为了社会大众，但是我喝酒醉了，我喝那么多酒，有时候会出现幻觉还是什么乱讲话干嘛的，难免啊。哦，他说乙醇最缺的时候，他自己手上的食用级哦被台糖台酒征收了，只剩下一点点，他也有到处去找朋友有没有乙醇，然后他有一位朋友跟他讲有好几吨的乙醇，结果一问，原来他那好几吨的乙醇是那家工厂已经拿来洗过电路板，我们基本上可以称它为工业废水了。而王老板也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人，他就没有买。所以我合理的怀疑，市面上甚至会有些乙醇是工业废水，含铅含汞。我已经有送很多去 SGS 化验了，但我没办法拖到化验出来再发这部片，因为我觉得我每卖一天就可能会有多一个人受害。其实它里面就有写啊，加了苏丁醇，也是比乙醇毒一点点，所以这种酒精就是所谓的变性酒精。那你要说苏丁醇啊，反正死不了了，确实它也没那么毒，只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疑虑，等化验结果出来再说。然后就有很多观众问我说，那我们应该买哪个厂牌的？我肯定推荐台酒、台糖，国家级的，非常的棒，便宜又好用，而且我们也验过啊，确确实实都是75%以上的。但是也有很多观众私讯我跟我说，去超商都买不到台糖台酒，都卖完了，希望我再推荐几家啊。说真的，我也不想要独后一家，不过我认识使用酒精在卖的也就只有王老板，我也很想要多推荐几家，但是我真的也不肯各行各业每个都认识一堆老板。不过呢，推荐他我觉得也好，因为毕竟跟同行宿敌啊都会为自己带来很多困扰，但王老板还愿意接受我的邀约出来爆料，所以帮他推荐一下也当作还他这个人情。推荐他我没有赚你们帮忙钱，你们就自己去买，我会问他有没有连结让你选购，然后他有说他在全联家乐福也都有卖，但我也不确定他的东西量够不够，我尽量帮你们争取福利。不过呢，要推荐之前呢，我也会为大家验清楚一点，我再跟他邀约一下去他的工厂随机抽检，咱们就 Let's go 吧。OK， 为了公平公正呢，我们今天一样请上次那位药师来帮我们检验。我来检验，来，你随便喊一个数字。摆摄影师上中左右。左。我们看什么？1234。掉，就这个了。来，从左边数第六。75%，那上次很松了，70%我们营业过，但老板自己说75%不给过，其实那天老板讲的也蛮好的，70%也不太行，万一空气中挥发掉1%，69%就无效了。好，来开喽，摄影机一样一镜到底哦，不抹黑你哦。好，来，75.48，你们要出4A了，对，要出空间。如果他们网友想要买4公斤的也有，都有，他就是烧哪里的，全脸的，大润发。我一世英名，网路公道我不能被你毁了。哦，你们家是 POS 是不是 ？POS 好了，开喽！听好，我们要抹黑什么？75.13。看来第四位了吗？你要不要不同大小的罐子？哦，这个是不是？来，道具随便喊个数，八是不是？来，摄影师随便喊个数，三。75.40，再帮你放回去卖了。刚刚王董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太有趣了。他说，异丙醇其实也有拿来做一些干洗手用的嘛，好的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会建议说异丙醇现在也不要买？因为有些人是去买那种化工厂洗过电路板的，所以呢，那个东西里面很毒，啊，我们也没办法个个拿去验，因为里面含汞、含铅，我也不清楚。啊，为什么他说变性酒精也尽量不要买？因为有些是拿乙醇去洗电路板，洗完电路板之后就有一些含铅、很毒的味道，所以他们就加一些调味剂，然后变得很臭，臭到闻不出。
出来。所以刚刚龙讲一个点，他说如果真的要拿来喷手，就要用这种使用性酒精。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一定要拍。他说他们的甚至可以喝，我们这食用酒精，什么叫食用酒精是可以喝的酒精？老板说他要喝一口给我们看，但是我不建议各位拿来喝，为什么？我们里面加了抗菌剂，抗菌剂如果喝太多对身体不好，那没关系，我今天就开喝。75%的哈，我们加点水，加点水哈，后面再喝一泡。好，现在15%，我跟绍兴差不多了。我贵了，卖利息这样，这样喝。好，我信你是使用酒精的。你喝看，不要尝一口，我杀菌，里面有抗菌剂。我直接提报卫生会当中，我无探知，加点酒，来啉。真的，那味道还不错。我不太喝酒。味道还不错啦。我喝什么酒都觉得不好喝，还可以啊。OK， 尽量的，绝对不外卖啊。啊，谢谢啊，谢谢汪总陪我们提报，好不好？辛苦你了。哇，好浓哦，好浓哦。